独家张承中恋上小16岁整形诊所 CEO。E 内任 Sliner 前夫张承中阿中日前被本刊拍到和吴亚欣及另名女子看电影，但被回应只是朋友的朋友。不久后他又被爆出新欢另有其人，且跟对方刚交往一个月。本刊掌握消息指出，张承中新欢名叫 Landy， 现年30岁，足足小阿中16岁。本刊调查 Landy 不但是海外归国子女，目前更在乔雅整形诊所担任 CEO， 而且2015年就在台湾经营诊所，可见早已回国一阵子。寻线找到脸书，只见 Landy 外形气质，而且经常参加朋友聚会，照片也很常跟美酒合影，似乎酒量惊人。